为着促进青年提升一零顺利来就业，南市府劳工局持续办理公部门暑期工作的计划。今年总共有100个名额，将会在6月7日在顺化的文康游乐中心公开报名竞选。事实上，我们有18个机关提供28个计划，因为大家应该知道说，我们以往这个计划真的就是来完成这个计划这样的一个你的know how，这年轻人的know how提供进来，让我们做参考的部分。我们绝对不是来补我们这样的一个劳务不足的部分。那么这几年来，我们都做到我们的青年学子所肯定，尤其到后半段8月下旬，我们会办理这样的一个成果发表会，是互相用 PK 的方式来呈现，大家都最后呈现最棒最棒的成果，那些最棒的成果又被我们各局处把它留下来做我们施政方向的参考的部分。这块计划只要是涉及在台南市符合资格大专院校还有研究所学生都能来报名参加，要过要注意不能重复报名。曾经来过的你就不能再来了，所以曾经来过的你怎样说这个计划是非常赞的，你就要分享给你周遭的好朋友，叫他们一定要来，能够来这边这一个半月甚至快两个月的部分，能够来培养你进入公部门，知道说公部门 哪些职能是在这个段时间成长的。劳工局长王新吉表示，参与到暑期攻读，会当体会到伫公部门上班的情形，也当赚一寡学费，会当公司一兼二顾，邀请到有兴趣的学生踊跃来面试。相关的资料会当到劳工局的网站来了解。南投新闻台新闻采访报道。